我们这边的是批发儿童用品的。这个家嘛，他也是靠摄影的。我搞忘了，我夜视了以后，整个买六个镜头，三五一点，四三五。现在一下标了12兆、13兆，正常的话应该在5、6兆左右，他一下标了12兆像素，只有1080根本没有这么高的推流的。现在11兆，看这要水19%吧，电源20%。带着灯啊，超电都没用。